有的人说王阔是个最水的全国冠军，在这十几个冠军特大里面，水平最差的。以前我也这样认为，但是呢，现在呀，我觉得这个观点啊错得非常离谱。昨天他在西甲联赛上后手杀了这个魔童孟凡瑞，是非常非常的精彩。我们知道魔童孟凡瑞近年来风头正盛，而且呢也曾经战胜过王天一。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实战。魔童的仙人指路，王阔呢来了一个对挺卒，红旗呢选择了环架中炮，黑旗呢上马。这个仙人指路为啥说他现在这个变幻莫测呢？现在高手们都喜欢玩呢，因为他可刚可柔，飞象呢就变成了柔性布局，在环架中炮呢又变成了这种刚性的布局，有仙人指路变成了中炮局，黑旗呢？并没有出车，黑棋我们知道王阔有个特点，他布局啊不落俗套，常规的变化呀他经常不走，走的呀都是一些冷门变化。红旗呢选择了一个五六炮，黑棋呢在这里选择了一个炮八进四，进炮封车，红旗呢选择上马。下一招，人家要出车了，黑棋呢先收炮过来，红棋呢在这里啊，故意卖了一个破丁，选择了一手回马，想让人家打一将，然后呢他来一个反将，但是呢你这种小骗招在街边啊哄哄老头还可以，你拿到仙甲联赛上骗这些高手，那高手怎么可能会上当呢？他选择了退一手炮，其实呢他也可以选择打一将，你打一将我补个士就完了。你杀我，我退回来；你出车呢，我就上马。以后呢，你这个炮啊，再躲开就完了。实战呢，他走的比较稳，他选择了退炮。那黑棋、红棋呢，就先出车。黑棋呢，选择上马。红棋呢，这个马呢，还能再跳上来。黑棋呢，补一手士。红棋呢，这个车被封住。他不愿意，他高车，下一招啊，准备把车出来或者甩到这边来。哎，那黑棋呢，就进炮，非常灵活，既可以平炮压住马瞄你这个象，还可以打兵啊压住你这个马瞄你那个象，那个象没地方飞。红旗呢就先进车，捉一下马，那黑棋呢只能平车保住。红旗啊就选择了一手。送兵，哎，你不送兵，让人家这一打，实在是太难受了。那这样呢，黑棋呢就过河一个小卒子，红旗呢吃掉。这个时候啊，黑棋呢走出一步好棋，这个马呢你也跑不了，是不是？死子不及吃，他先平炮压住你的马，打你的象，先搞乱你的发型。红旗象不能丢，只能先飞一手，然后啊。他再把这个马呀给他吃了，对着车呢，你这个车你要躲开吧，也没好地方躲，他也只能选择接受。那黑棋呢就给他吃掉，红棋呢在这里啊选择了一个兵五进一，黑棋呢就对卒活马，红棋吃掉。黑棋呢是选择了飞掉，黑棋还有一种下法呀，可以考虑啊，回马用车杀出去，把车杀个通头。他这招飞掉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？红旗啊有个高炮，一个要打卒，再一个呢要平炮拉住你。那走到这儿，黑棋呢也只能是再把这个象啊落回来，那红旗呢把这个卒打掉。这个过河卒呢也被人家歼灭了，那黑棋呢就快马加鞭上马，红旗呢选择了一手先补士，这时候补士啊就不如先平炮，补士呢就缓了，那黑棋呢把马标进去，他又选择了退回来瞄住这个炮，黑棋呢。
上马一踩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他顽强一点的话，可以啊，先退两步炮。实战呢，他是选择了这个行炮，那这样呢，就造成啊丢象了。飞骑呢，进马一踩，那踩着一群，踩着车，踩住马，踩住炮，一马踏三个，哎，只能先退回来，保住这个小马。那他就开始马换炮，这样呢，拐吃一象，再给他踩了。交换完之后，拐吃一象，要两边卧槽，照头绝杀。红旗啊，局面呢，立马就危险起来。他选择了一个跳珠马，黑棋呢，来一将。来一将之后，你要是出老将，他这个呀，还有打兵，然后照头将这种手段。所以说呢，他选择了一手回马。回马之后呢？那黑棋呢？平车捉他一下。这个红棋呢，选择了退炮来保住。黑棋呢，平炮。黑棋平炮啊，可以走一手跟炮平棋。下一招啊，强行砍他的马，你不敢打呀，打底下倒死了。平车让他拦住。他拦住之后啊，他也没有搁中将，他选择了高车，这样保。红旗呢，又选择了一手挺边兵。那这个挺边兵啊，就太过缓慢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应该啊考虑啊把士落回去。你要是吃我的马，我就打你的马；你再吃我的炮，我吃你的炮。那这样交换呢，这个还没事儿，还不怕。你要是不交换，我以后啊把这个士啊倒换倒换。他挺了个兵，黑旗呢就平炮。平炮之后，我就说了，下一招啊，要强行砍你的马，底下闷杀你。他选择了出帅，出帅之后，他回马，哎，防止他过来呀，捉来盖这个马。那红旗呢，又平过来，抵住这个小马。黑旗呢，退炮，黑旗退炮，一个呢是要打车，再一个呢，搁肋上要瞄你的小马。那走到这儿啊，他又把帅进去了。那黑棋呢，一回马，一回马踩住中兵，砍住马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他顽强一点的话，应该进车一将，然后呢把马跳上来。不过这样啊，也是局面落入下风。走到这儿，红旗啊就放弃了，这个长痛不如短痛，干脆啊他装作没看见，搁中。保住个重兵，那黑棋呢？把马给他一吃，红旗呢，在这里啊，很爽快的就投子认负了。